妈，为明仔载开始，我就是杜家的媳妇啊。当年杜清玉抢走原本应该属于你的幸福，害你的日子过到遐尼啊凄惨落魄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，把所有应该属于你的一切，一项一项，拢讨倒转来。你哪在搞啦？我想多久啊？啊？无啦，我想着阮妈。告诉我，伊今嘛若是搁伫个，伊会当送你出嫁啊？我会当伫你婚礼上啊，甲你讲一寡祝福的话。阿哥相信，就算伊即马当天顶啊，伊嘛是当甲看咧，看你幸福出嫁，一定会替你足欢喜的，知无？嗯。喂，啥？我知影。多谢你。嗯。好像哪样啊？信宏，别安怎？阮朋友甲我讲，李医师回来，明仔载就到台湾呐。杜姐，李医师啊？就是当初协助林明德替我动手术的迄个李医师，伊是麻醉师，伊知影我搁活咧，而且嘛知影。林明德把我送出国。你的意思是，伊会当证明你就是萱萱？这嘛是要安怎？迄李医师哪会雄雄转来啦？明仔载就是我的婚礼啊！这一定是何爱家，拢是伊设计。伊想做变安尼做，敢讲伊想要伫个婚礼上，把我是萱萱这件代志贴破？伊想要害我，把我都嫁乎你。哎呀 ，baby， 我保证，我的心里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任何人。你明仔哦，就算你好好处理碎碎心里就好啊。可是讲爱家，就是坚持要找你的麻烦，我是绝对袂放伊煞。袂放伊煞又搁安怎？这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是我都挽回啊。袂得是我兄弟的，伊袂安尼对待我的啦。而且明仔载因两个嘛是新郎新娘啊。可是讲爱家，若是甲婚礼安尼布甲乱糟糟，妈会安怎看呀？对无？双喜临门一天哦，妈是等偌久呢？因哪有可能温顺哦，任何人来迫害呀？对无？对，所以爱家袂晓讲，伊绝对袂晓经婚礼一天连嘛生气，对无？我想应该是袂啦。不过啥做迄个李医师会转来啊？刚刚，刚刚爱家想要等婚礼以后，才甲我是萱萱这件代志贴我。你放心啦，我会保护你，你莫烦恼好无啊？啊无，我即马来找爱家，问伊到底是要创啊？哎，无，信宏。虽然讲信宏傻傻姑姑讲会徛伫我这边，不过事到杜清玉若是知影我真正的身份，逼伊连妈妈还佮我之间做选择是要安怎？袂用的，我袂用靠信宏来解决问题。江有理，伊明明答应我会替我处理好好势，啥做无做甲到？